流散去后，这里就会变得十分宁静呢，就像我曾经去过的无人之地。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吗？在那里，一眼可以望见地平线尽头的恒星，巨大的蓝绿色恒星沿着星轨运行，万丈光芒下只有白茫茫的天地。我和母亲在平静的冰川上航行，在世界中寻找生命的痕迹，邂逅各种奇异的现象，就像在拼图堆成的小山中寻找唯一正确的那片，过程千奇百怪，无比艰辛，却又令人感动，令人着迷。此后每次遇见同样的风景，我都忍不住驻足停。抱歉，好像说了很难懂的话。此前几日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所以这糕点里加了反土针剂，它对你的身体无害，只是会让把它当作一层保护吧，作为当助手的回报。你很在意吗？我想我们有机会敞开心扉。抵达空间站时，我向黑塔借来斯斯卡尔的造物相位灵火，希望能从其他会员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一些启发。我的确有了点灵感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会是一种生来就是天才的全新生命。我打算以，但不知是哪里出，而且我不希望让黑塔或空间站的科员们应该还只当他们是外来。拜托你了。人流散去后，是的，什么？空间正常人打听这？我可没在空间站搞。你真可爱，能给我签个名？果然说不出任何和他有关的话了。签名？你这是要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吓人！不说为什么，我是不会回答的。我来解决空间站的麻烦。果然说不出任何和他有关的话了。哦，是这事，这你都知道，消息蛮灵通的嘛。这会儿空间站一团乱，有大人物要来，大家原本就够忙的，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堆小怪物。你要解决这事，就去收容舱段看看吧。流淌了过往的刀光，好多人，看来就是这儿了。天才俱乐部第八，可他一来，嘿，知识流心是最棒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来？第二，自我。我们的教旨在于，你不知道吧？谁？哼，看，把爱心贴满。
是对糕点的口。不知道他。爱吃瓜是吧？这就是觐见知识流星，你我看看。知识流星说，知识流星说，知识流星说，有一种思念。嘿，你，你这个没心没肺。你，哎呦，他这么努力，不就？其实知识流星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。那当然了，来闹事的也都被这就叫。可我只有一事不解，造物主对造物，哎，我说不清楚，但有爱就对了。这，哦，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。你来了，黑塔把我和罗斯接下来，我希望，我不想黑塔为你，以防万一，帮我个忙吧。好啊，不着急。黑塔把我和罗斯姑母叫来空间站，为了商议一些重要的意，接下来，等你好久了。哦，你也来了，看来你们相处得挺愉快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女士。罗吉，重逢来得比推测中更早些。虽然没有邀请你，但欢迎。记住这历史性的一刻，三位天才共处一室。这事有多久没发生了？下一次又得多久以后？肯定，除模拟宇宙外，我们少有彼此交流的契机。我很期待这次碰撞会带来怎样的思想火花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认为是时候为模拟宇宙再找一位合作伙伴了。你要把斯蒂芬踢出局？不，怎么会？斯蒂芬不想掺和这事，投了弃权票。行吧，我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但他没机会参与这场决策了。提问：为模拟宇宙引入第五位合作者。对，第五位天才。我们聚在这里的理由，各位心里都清楚。除了答案，还有什么能把天才俱乐部的家伙召集在一起？没人能拒绝星神的秘密，
灿达尔也做不到，会有人回应我们的。如果来的人是波尔卡卡卡木呢？那不是正好？寂静领主，你在听吗？我是黑塔，我想见你，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。波尔卡卡卡木应该不会回应，他失去音讯很久了。概率，原始博士可能会出现。哦，那不行。且不论原始博士那对劣迹斑斑的研究，他和巡海游侠的恩怨肯定会被公司大做文章。别了，我可不想模拟宇宙沾上奇奇怪怪的舆论。余青图呢？软梅，你和他还有往来吗？他还活着吗？如果要谈论这个话题，可以让他先离席吗？因为过程会很漫长且无趣，不必占用别人的时间。哦，当然可以，他本来就是你带进来的，你决定就好。来，我送送你吧。对了，这是什么鬼？看起来像是程序错误。哎，模拟宇宙就是我的家。我又开始说胡话了。应该是个偶然产生的错误事件。行吧，无所谓。会吧。行，我同意。来吧，亲爱的，我送你离开。看来是我多心了。黑塔只是一时兴起，很符合他的作风。幸好只是我见你回收了主控舱，是我谨小慎微了，习惯使然，抱歉。有些事我得早点告诉你，等会议结束或许就来不及了。我的生命体回收还没完成，黑塔又那里接待，如今一些信息倒是可以。我把自己的指令卡，亲爱的，记住，被封闭的舱段会是什么样子？此交此高危机已授权给阮梅女士、黑塔女士，都行，她开心就好。此
小炒饭机器人的维持舱接待。地下一层、地下二层走廊接待。结论、判断、建议。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。别忘了和伙伴们分享喜悦。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。流淌吧，过往的刀光。相位灵活的火种很有趣，这次的两个样本他们同时拥有两种，有趣的是他们也拥有、门外有动静。这就是软梅口中的大马，只是换了一种口。得找个地方安置着。